有人用小队里聊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嗯，这种没东有西啊，吗？这个版哦，本没好像有没吗？有，对，哦，没有哎，这怎样么讲 Q 吗？哎？QQ，QQ，这为什么这么猥琐修湖啦。？QQ，QQ，OK，先中断，闭嘴哦。都确定，无哎，线电都拿好指挥了吗？官在讲话，下面在干嘛无线电都拿好了吗？？OK。哦，是。我这边要开始做测试哦，先我喊到的人再回答我就好。我这边因为下面有小队聊，所以我以地图上面的那个顺序来那个做回报。念你。他 Q。Echo。Now, Shrek, loud and clear. 果然，收到卡比。谢谢。无线电测试收到。多少？有。啥？听。哦，收到。OK，好。但无线电测试 OK，然后小莫嘞？小莫。什么嘞？需要用长城帮你呼他吗？我就是要你跟他确认长城啊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长城是多少。等一下，怎么问这种白痴的问题？为什么都过了这么久，还有人在问这种奇怪的问题？我都半年没跟你们玩了。规定也没有变更过啊。这样，我讲一下哦，事实同意测试，快点。他 Q 用这我佛指的呼逼叫小从头莫，到尾都没有改好过啦，啊！屌，好啦，我这不这是事实嘛？不要生气好不好？我讲话是难听一点，但这是事实啊。那个等一啊，下指挥收到官，指挥 Echo 官，弃儿带一管 AD 过。哦，好。长城无电线事实，小莫收到 Over。长城无线电影频道事实，小莫是否收到 Over？Jacob，我要申请一个人跟我一起做观测。给你挑一个，我挑一个是不是？干我可以带嘛？这个吗？这一管是你是医官，你不要过来，你走开。72。这一管有，去了跟不是，不我是双关旋卡，管，他是打正那个常的吗？不是啊，他正常吗？嗯，缺口没有正办常法吗？吧。缺口去了，我带去了走啊，我叫他跟我一起。他有带管哦。我知道，没关系。好。然后，Sosa 跟 Echo，你们再多准备几管放到车上。过来，那个去了，啊好，那个管不要带这一只，全部都来扔，啊，把它丢掉。全放在那边的。然后你上消音，然后记得弹夹拿原厂的，不要小拿莫是分成后无线面电频编道号的测那一试种，时候，杀伤力会比较正常。你要负责掩你护在屁测股试跟我的周围。刚刚有测试过，好，挺好的吗？哦，然后望远镜，可以吧？我用指不挥要呼你带应那到个底原是厂多的物料，那个才有杀伤力。对，指挥射多少？嘿，原指挥厂的频道是我五点设五试六试。M85A1 30 round 那个吗？不是，是30 round OK，M5 测试是一下吧。编号那个。长城无线电频道试试测试。啊？天气良好。A D 是哪一种的？OK。CS 版。CS 的哦。对。可是有 H 然后我丢一些我弹药在你那边。还是 H D D？尽量丢。然后我 A T，我是带 A T 啊，你可以带其他的。我拿不到原厂7.6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把你满了，拜。等一下，没关系，我还可以没关再系，一点位置。不用，Go Go Go Go。OK，就这样。我先清出一半的位置了。OK，有需要没关系，再来。这样可以。我丢几家给你？我看看。7.62的。三甲，那你走过去，然后把重生点上面有车子，那 MK18 上面的那个 flash hider 改成消音管，改消音管、那个。User joined your channel。哇，你有跳进来？你那个，所以看你刚才说什么来了？把那个消音管。我听到什么声音？拔接了，拔接了。哎，警戒，你们警戒心有点
太松散了。那个 CP 吗？对 UCP， 在这边其实也会爆，这太近了。我是不用躲了。嗨，燕玲。医疗的部分有改过吗？应该没有。嗯哼。哦、oh。嗯，搜查服装怎么不对？他在桥 AT 吧？哦。进阶医疗嘛，总而言之就是包扎吗啡，包扎吗啡肾上腺素吗？Yep。然后还有分绷带的种类，对应伤口的种类吗？收到。武装的是指挥车，其他车辆有 OK 好。是吗？待会要做事情很简单，跟在我旁边看我怎么做。不是要学观测吗？进阶医疗还好吧 ？OK、欸。哎、嗯。然后就是没事情不要发问，战场上很紧张，就是能吸收多少吸收多少。有时候 OK， 除了蓝队以外，其他好的人到这边集合。保持一只有一个条件，要活下来。不是我没有活下来，什么都别说。那那个这个每台车上，我确认一下，一罐是哪位？两罐以上了。一罐是哪位？燕妮。变态放射师。就只有他而已吗？只有他。OK， 那 OK， 那我安心了。啊啊！本次来这边注意一下、哦，因为这张图我开错，我开成间接医疗，所以要中弹啊！你是认真的吗？我认真的。我靠！要不要带个好，所以注意一下，你们除了那个基本的绷带之外，你们还要再吸在其他两个绷带啊。哪两个啊？还好我逃跑最正常。弹性绷带跟另外一个绷带。你知道大的？给我英文好不好？我这么蠢，我怎么记得英文？是那个 BSIC 那个后面有 ELACSTIC 那个。Okay。 所以一个就是平常绿色长方形的那个啊，一个是你刚说的那种这样子。Elastic 夜用型。夜用加长。四十公分，看大家都好了、哦，怎么回事？广告太多了。然后还有那个下面有一个 Basc Field Dressing， 有没有？那个也可以带、那是什么？那是快速加压止血用的东西。哦，那个止血前建议每个人也带个几个，到时候自己被打中之后要自己止血。万一那个止血前可以防止你，万一没有血带的时候可以多撑一段时间。那叫什么？我叫止血圈吗？在下面。什么 Kate 的那个？他。不是，这些带 啊，就是那个什么 T 开头的 T O U R N I Q U E， 记得那个后面花弧 C A T， 对，在那个电池上面，工具包的下面。哦，看样子我要换车，怎么了？你要换装甲比较厚的吗？不是。我不要再重新在那边丢那些 AT 了、哦、，AT 都丢好了。你放在最后那一台，每台车我都放了，谢谢。啊切！啊，我不知道那个、啊，画面我说每台都要放啊，我就每台都是因为你在晃，好吧。不是，他会有拖。你嗑药了？跟我用笔电玩起来就是不一样。你是不是那个什么 blur 那个 head blur 那个没有调，还是 bug 那个？那个吧，滑鼠加速 ，B O B， 接口，是，嗯，上一下厕所 ，B O B， 好 ，B S C， 然后 configure 的那个 video 里面，那个 ，OK， 好的人记得装备存一下、哦。那个接口，你可能要麻烦派那个燕玲待会开那个救护车。哦，不然没办法做完整医疗。好，所以燕玲要变后送的啦。阿蛮二之后，我还真的没有碰过开救护。OK， 除了蓝队以外的人到这边集合，除了葛兰。是我是蓝队吗？你是白队？不是，你是白队。蓝队只有两个人。
除了蓝队契儿跟史瑞克还有葛兰以外，现在到这边集合。哦，好。哎，所以葛兰也是蓝队吗？没有，他去厕所。等一下，他 Q 密友 Sosa Echo 红队，自己调一下。有 Sosa Echo 红队。然后 Echo 带队，快要当兵了 Echo。他要当兵的 Echo。天啊！哎，我是 Poker， 我的那个玩家资料没有改。还有想到方格梦了，然后等一下，Dustin 格兰，我还有燕玲，我们就是尽量变成后勤单位这样。OK。宝可梦，这口你有带长城吗？我自己没有，欸、对呢。对、啊，我自己要也要带个长城。噔应该还好吧，因为我跟你距离会很近。可是我在红队，你在另一队耶。我。对呢，你是。对啊，所以你应该也要带个长城吧？那这样子好，那个他就你跟大家转换一下。哦，好哦。所以我报告最后。哎呀，我报告最后归队。OK， 等一下，可能你跟我还有叉 Q 跟燕玲是一队，那我们是变比较后面的。是绷带组。就是救援组啊，救援组。好想打战。啊，红队是主要的那个打击。突击队这样，玩错了。红队是 Echo 带吼，红队是沙滩组 ，Echo 带 Dustin 吧？哦，没有啊。这个我是白色的吗？去拿个饮料。是。嗯，对。好，我回来了。这么快？盖点太快。哎，所以 Echo 你带40哦。啊，40要带哦，没有。哦，红队好了，就先上第一台悍马车。你问一下 Jacko 你要不要带 Jacko 我要用40吗？应该不用吧。40 Jacko 等一下开哪一台车？不用啊，我们就三车。我们距离等一下会很近，不会差太远。OK 有必要的话，我可以单向的传达 Jacko 的指令。那不是救护卡吗？啊，我们第一台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第一台。红队第一台。那现在要上车吗？让他好好的。整一点医疗资源总是对的。你要亲自送信去那个家属的家的。Jacko， 哎，重生规则是什么？重生规则那什么东西啊？嗯，就是挂了之后是要等待还是直接跳伞？哦，对。挂了之后等待啊，跳伞吧。身为一个学生，完全不知道这个。哎，是要打晚上啊？我在学校太久了。是要打晚上吗？应该是没在做。要打晚上吗？我感觉有点变暗。宿舍连电脑都带不进去啊。没有啊，那个太阳是升起的状况。升起。那边是西西西西边是升还是落？落。西边是落啦。好，红队赶快上一车，红队赶快上一车。那回报，请问蓝队是几车 ？Over。那我带个夜视。最后一台车。应该是第三台车，第三台这一台。最后一台武装车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白队葛兰恩叉 Q 上第二台悍马车。科比，谁炮手？当然是我炮手。No problem。来，企鹅上炮手。燕玲，赶快上车啊！然后把车录出来。回报蓝队被变。燕玲，你先把那个E卡开出来吧，等一下会比较好出来。好的，那小莫，可能军卡要麻烦你丢一下，因为你可以把窗户打开。不是枪口朝上，然后说不能移动吗？那个 window 就可以把窗户打开。对，你看到前面在移动，好可怕。听得到。嗯。所以等等 ，driver 是这个。他觉得还是男的。哎，惊呢！那不是更明显了吗？我们这队是就四个嘛，对不对？嗯。
有了有了有了，燕玲去开。然后等一下，一二车第三台车是一卡，然后蓝队是最后一台车。对，结果是在指挥车上吗？我还没上车啊，我在看情况。缺口要标记路线吗？我正在标。因为好像没有看到，想说你是不是标错频道？你说我这边吗？应该是烟火的声音哦，好远啊！有。好，嗯 ，OK， 那个所有车上的人看一下地图，应该有看到我标记的一个简略的点。然后等一下就是沿着黑色点开到主要道路上，之后就沿着那个道路一直开到 stop 点。然后这里是一车，我是考收到。蓝队收到。就是说，反正就跟着他们走就对了。这个差就你先开车一下，因为等一下在路上应该是不会有什么状况。那我想要标一下一些点的数目。小时候，是不是有人卡麦？那个 Echo 不是 Jacko 我是 Shrek， 建议你用绿色或红色来标记哦，比较好辨认哦。卡麦吗？你是说那个吗？对，我帮你画一条，你看一下。那个啦，我黑色的线是大部队前进的。啊，等一下，如果有一比较细微的，等一下比较细微的，我等一下在车上我会开始在想。OK， 没有，我一直说你可以用有颜色的线画，因为 GPS 上看比较清楚。OK， 好，然后。那个燕妮，你可以上车吗？那台车可以开吗？上移动，然后用笔画。Shrek， 燕妮，只要你的一卡在第三台车哦。对，就是一二车的后第三台。OK， 好了，准备前进哦，出发。这是一车，我们开出发。二车收到。四车跟上。前面路口右转。二车收收。比的，你们速度有点快啊！这里是一车，前方左转。这里是一车，前方插入，靠左行。喂，回报一下，看不到一车，什么状况？一车可以放慢速度吗？控速。这里是一车，收到，将放慢速度。这里是一车，请问二车有跟上吗？有，跟上了，不要太快。收到，前方左转。按一下 I 看一下，检查自己的品质，我这里24正常。
电鳗就是我的。这里是一车，报告指挥官，请问测速要定在多少？没关系，能快点就快点，我相信应该是没有什么事。等一下在直线就是比较不用转弯的那条道路之后，就可以速度可以拉快一点，没关系，大概最快100。不要好了，80，不好意思，80。卡车80应该有困难吧？燕玲跟不上喊一声。燕玲如果跟不上的话，喊一声。不要紧张，蓝队在压着，先加速，开到80应该没问题。没关系，距离拉开一点。等一下，车距拉开一点，车距拉开一点。拉开大概多少？差不多60。OK 啊，60啊。我个人觉得越远越好啦，因为开快车的话，刹车距离比较长一点。对，而且我们后面有一台卡车，我很怕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说60吗？因为之前说50，结果不知道他妈谁距离判断有问题，开超近的。嗯，我想我大概知道了，发生什么事。我前面说话，你后面可以听得到。因为你是无线电的。OK， 好。那个车距再拉开一点哦，那个速度放慢一点没关系。燕玲，主要是你啊，因为你卡车啊，那个刹车距离会比我们再更长一点。是二车，是我们。前车放慢速度了，那个卡车注意一下。蓝队看不到各位的车尾灯了 ，over。燕玲，你再离我们远一点。这里是一车，前方100公尺左转。前面有个90度弯哦，那速度再放慢一点哦，大卡车。是法家弯吗？还是90度弯？我们七字路口，超收。车后方跟上喽。
没关系啊，快到了，速度再放慢一点哈，我怕中间会有可能会有突击队。速度降低到60哦，快到目的地了。回报，待会蓝队就会自行脱离部队掌握，去我们观测点了 ，over。收到。这里是一车到达目的地 ，over。OK， 除了炮手，除了炮手以外，那个除了炮手跟驾驶，其他人先下车停歇一下。来回报，蓝队直接前往观测点哦。好，了解。干，这边地形有点尴尬，好，我尽量。那个蓝队，我们这边要等到你那边观测到一些资讯出来之后，我们才会前进的。超收。我们所有人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装备哦，看有没有跳掉的。你可以问一下那个。我因为有装甲车，我是蛮建议每个人都可以的话身上带一管，如果不会太重的话。那 Dustin 够吗？哇，你的枪怎么 local 啊？别闹啊！我就关了。蓝队到位置之后，跟我回报一下。超收，超收，还在行驶中 ，over。跟随你的蓝色箭头。谁叫我？哦，靠背啊！我以为他口齿不清，以为是在叫我。F O B 的位置，如果那边安全的话。上啊，我忘记拿望远镜，哎。哎，燕玲。哦，看一下装备哦，那个我们一般可以使用的绷带有哪些啊？叶宁上车详谈、哦。没有吧？我记得绷带有分什么枪伤、创伤、擦伤，然后我记得弹性绷带有一种绷带是几乎很多伤都可以用，但是有一种他刚没有，所以就要带两种比较好。其实我觉得进阶医疗比较好。为什么？比较好玩。谁叫我？后面。哎，燕玲。哎，我这里有吗啡跟那个生长腺素，我只能用吗啡哈。没有，我刚才就有听到人家有在叫我。是搜索叫我吗？哦，是你哦，怎么了？是啊，你说带着比较好咯。你有带鞋带吗？我家是还有一种东西，就是叫阿托品。阿托品是什么东西？那个就是你的心跳加快跟减慢。这个，对，是。有人询问说，这次任务的代号是什么？就是代号跟任务名称。小精灵。回报，原定的观察点，原定观察点视野不佳，我们会再往敌人那边再推进一点哦，请稍后，我们就定位会告诉各位。OK， 收到。对吧？行动代号叫猴一系啊。猴一系还是敖一系？好一气哦，给他死了啊 ！OK OK 啊，对，啊、给他死的。小队代号也一样嘛。小队代号的话叫 Jaco，、欸、你那个想清楚哦，因为我们的影片会公开给全世界看哦。本次的行动是猎头者行动，猎头者行动。那小队代号呢 ？Coldstone 啊 ，Coldstone。